有言寸头随便剪，杨洋、吴亦凡、陈伟霆后，王源也挑战寸头造型。杨洋是娱乐圈中非常出色的一名演员，出演了不少的影视剧作品，比如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《旋风少女》，但是从这些剧中，无一例外都是比较帅气的短发。前段时间杨洋也挑战了一次寸头造型，没想到效果意外的不错。吴亦凡是韩国男团 EXO 出道，作为爱豆的他肯定对于自己的颜值和形象非常的注重，但是在吴亦凡回国发展之后，他也剪了寸头造型，比起短发造型的他更添加了一种男人味。张一山本身就是非常出色的一名演员，他的颜值和实力都是非常在线的，而且任何造型也都能驾驭的了。从图中可以看得出，张一山剪了寸头造型后非常帅气，果真是有颜韧性啊。